Let's get ready for church. Come on, guys. Well, it's time to praise and worship our King. Let's find our seats. Oh, let's get ready. Let's get focused. We're going to step into the service and give honor and glory to the one who saved us and set us free. Oh, the great I Am,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Lord, we come to worship you this day. Oh, here I am before you, Lord. Oh, here I am before you, falling down to worship you, to honor you, Lord, and to give you all the glory. Oh, let's sing it now. Here I am. Your loving hands, and I am yours.
glory. Lord, we shout your name from the rooftops. Lord, to let them know about that amazing grace. Lord, that saved us. Lord, that touched our soul and made us whole, Lord. All that amazing grace. We're going to sing about it forever. Oh, let's declare it this morning. Who breaks the power of sin?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是的，是的，是的，配得的羔羊，我们再来唱教会。Come on, sing it.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slain. Oh yes.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slain. We give you praise, Lord. 赞美你主。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slain. Oh, worthy, yes.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worthy, worthy.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a failureThat you would take my place, yes. That you would bear my cross, yes. You would lay down your life, that I would be set free, yes.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yes, yes.是的，主，你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给你赞美，给你感谢，给你敬拜，来尊荣你，别无其他。今天早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谁打碎了罪的权柄？谁去高举那些心碎的人？是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值得称颂的是神的名，直到永远。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来高举你，来传讲你，来去讲关于你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来这里来被你充满，并且满溢出来，在你的圣灵的大能之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说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魔鬼，你是被打败的，因为羔羊的宝血，还有他所见证的道，我们是完全的被浸泡在神的真理当中，是圣灵给我们的真理。今天早上，耶稣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着的，他不是只是活着的，他还在我们的里面活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被你充满，直到满溢出来。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当我们唱赞美敬拜的歌的时候，主啊，圣灵啊，来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里面动工，做你要做的，把你的恩典带来。主啊，不是只是到这个桌前，还有到我们的心中，在这个你的桌前充满它。主啊，给我们能力来行走在这个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只是说很多，但是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行走在自己的言语当中。我们讲到说，我们会引用经文，我们引用你的话语，我们要活的是活在你的话语的大能的当中，你的话语的真理的大能当中。它是关系性的，它是大有能力的，它是让我们合一的。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还有更多，你是荣耀的王，你有这样的，你有这个掌握了罪和黑暗的权柄。无论我们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我们为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来祷告，你的大能会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所有的神的子民说阿门，阿门。跟旁边的人来握个手。Hallelujah. Hallelujah.
请大家坐下就坐。哈利路亚。耶稣，阿门，阿门。请大家坐下。哈利路亚。我欢迎你们大家今天来到这里，那些在网上聚会的也欢迎你们来到星期天的聚会，这个星期天还有在这个复活节之后的几个星期，非常好，在神的家中非常的荣幸。阿们。你有没有进入到这个祷告当中呢？哈利路亚。我的孙子，你们大家如果有手机的话，请调整调到静音的状态，调到静音的状态。是的，感谢你们。我想我查验了自己的手机，刚刚是的，我很好啊，我可以飞了。赖斯牧师，今天他为我们讲到，我想我已经讲到太多了啊，现在让赖斯牧师来为我们讲到好吗？这个星期天我们要听神放在他心中的，我不知道是关于什么的。我说 Les， 你来讲道吧，你就是那一位，无论神在你心中放什么都跟我们来说是好的，不是吗？我们都来欣然的接受。这个礼拜好像没有生日，有人过生日吗？没有人吗？ Les 吗？这个礼拜不提他了。还没到呢，他时间还没到，还有几天啊？两天是吗？两天，有人说的对，有人讲的对，我读过，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在来之前有查阅过。哈利路亚。那谁喜欢星期三的这个经典回放？谁喜欢上个礼拜的讲道呢？是的，非常喜欢。有四五个人喜欢，我还不错，挺好的。下个礼拜我们有七八个人喜欢。这是一个经典。不是哪一年啊，2014年的时候。第一个星期是2014年，然后叫什么？他的同在的云，我都记不得了，这么多年前我讲到的内容。这个礼拜是第二个部分，大家准备好来听完这篇讲道。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我自己讲的我忘记了讲了什么，但是都是好的。神是好的，美善的，总是好的，美善的。神在任何时候都是美善的。这个礼拜的这个月的某一天是四月份，然后学校的学期又开始了，有些呢是星期一，有些星期二，大部分星期一开始上学，就是明天。你猜呢 ？Ricky， Ricky 要上两年的学，这里有很多老师，我们已经有好几个老师了，我们有很多老师。Ricky 下个礼拜开始，开始上课。对 ，Nella Worry， 不要忘记，我们的十字路教会的咖啡馆，在聚会之后，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Jess 他那个去写订单，然后 Josh 来做咖啡。
这个礼拜还有棉花糖哦。如果放棉花糖就要花一点钱，5毛钱一个。饼干，每个礼拜都是有一些的饼干的供应，是可以去花钱可以买到1块钱，他们是很大的饼干。你可以去购买latte 咖啡，大部分呢就是我们之间的交通也是免费的，咖啡是免费的，美露这个热巧克力也是免费的，非常好，我们就是可以在后面一起的交谈，在聚会之后。是谁说了？我们一个礼拜都没见了。我听见说你那天在Maureen 呢，他也买了很多的花，什么样的花呢 ？Pansy。那他们会就是看见这个，现在是秋天，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有色彩的花在我们的花园当中。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来收取十一奉献，预备好自己。我们现在来收取十一奉献。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再次的尊荣神，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我们给予神。当我们变成得救的时候，我们把生命给神，把我们的生命给他，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给他，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也把我们的才能给他。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身上是有才能的，我们有时候给他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钱财，他祝福我们，让我们付账单。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做的任何事，他让我们做任何事。在天上有天堂，有神，他不是说只是某个人，他是一切，他是一切，他是一切。他把他的恩典和影响力带到之底下来，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根据他的丰盛和荣耀，就是在精神上，在灵里面，在身体上都是这样。我们把我们的十一奉献呢在网上也交出去，通过他这里这个 APP 直接的交还有转账到我们的银行账户上这样的这个方式也是非常好的，非常便捷的。请大家站起来，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我们的时间交给他，我们的才能交给他，有时候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钱财，都为了一个目的，给他尊荣，给他赞美。就我们在这里尊荣你，今天早上在我们给予的这个小小的钱财上，我们给予你，来承认你是耶和华。Jara 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那一位我们要仰望的那一位。当我们的供应来到时，我们感谢你，是你通过这里的系统来供应给我们。你在天上是掌权的，主要把你的恩典带下来，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信心也放在你的里面，主啊，你是耶和华亚威，我们给你赞美，给你尊荣。这个礼拜谁在这个礼拜给的，在今天之后，神啊，这个给你尊荣赞美，是的。
最近呢 ，Belinda， 他和一个人是朋友，是15年做了15年的朋友。有时候我们需要，去，跟一个人就是建立关系，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有时候是一生的时间，在他们的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口气，我们可以跟他们去分享耶稣，我们可以去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我们可以去分享神的爱的信息，说神爱你，无论什么，耶稣来为你而死，无论什么，这是这样的信息。我有一个这个信息我有一个视频，一会儿我们可以听，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女士呢，她91岁了，我相信她接受了神，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需要我们跟他们做朋友15年，他才会相信 Belinda 不是什么坏人。很多我以前的朋友都会叫我白痴，叫我混蛋，叫我什么很多我讲不出口的名字。我从来不会跟你们讲脏话，我不能够跟你讲脏话，因为这是不好的，不圣洁的。但是他们在他们嘴里就是这样说我的，在他的嘴巴里面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只有20年时间我们需要跟他们做朋友，有时候1年比较短，有时候几个礼拜，有时候是只要喝几杯咖啡就可以了。不管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连结，一个联系，人们就会觉得舒服。我要他们能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平安。这有什么关于这个男的和女的，当他来到我的面前，我就觉得平安，我就觉得很好，很开心，他们就会打开，感谢神。所以这个视频呢跟这个关系信息有关，都是关于我们在生命中要有一个目的，我们是生命中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死，我们生下来呢是要去死并且要重生。我们生下来，我们的肉体同样基督也来为我们死，我们在灵里面要死，然后并且跟他同生。来，我们来看这段视频，来看我们能够获取到什Amen, Amen。 对的，他的信息讲得很清楚，我们活着是有个目的的，要去把神的光闪亮出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和救主，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活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光，就是神的同在。有的时候人们可以感觉得到，我告诉你，我们被生下来就是要去分享我们重生，
又是有是带着一个目的的去分享耶稣为他们而死。请大家站起来，请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阿门。我们的鼓手去哪里了？回来了。我们要预备好，现在在这里，我们的信心的焦点，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我们来到这个聚会的一个点，我们就来纪念，就来圣餐，就来吃圣餐。我们来唱一首歌然后我们可以在此聚焦。真的是来感谢神，感谢他，感激他，把我们的敬拜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在那里可以去吃和喝，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一首歌我们要来唱，就叫做《山》。我看见你的恩典在山上，我感觉到。我感觉到你的爱，感谢神，你的爱来找到我们，把我们带回家，通过十字架，通过这个门，通过这个关口，主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洒的宝血，他所付的代价。在第三天，我们看见这个坟墓被空，变空了。Let's sing. 来唱。Let's give him glory. I've seen your grace from the mountain. I felt you there in the valley below. I see your love and your mercy guiding me home.
Jesus, our victory. This sound of triumph, this song inside us. Jesus, our victory. We won't be silent, our hearts on fire. Jesus, our victory. This sound of triumph, this song inside us. Jesus, our victory.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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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山上，我们会在低谷，但是我们还是来到你面前，主啊。有时候，我们中间有些人会经历好的时光，我们忘记神把我们怎样带到这个地步的。有太多次我们经过低谷，我们会去寻求神，但是我们要在寻求神，在每一个方面，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主啊，我们祷告你在这其中每一个我生命中的十字路口，主啊，你都在那里。这是我们的祷告，不是说啊，只是在方向上，也是在大能中，也是在他的预言当中，在他的恩典当中。主，你在哪里？这是我的祷告。在我们的前面，因为我们总在你的后面跟随你，我们是最后的啊到达的男人女人，但是我们是最后一个得到的。你总是在我们的前面，你有我们的每一个答案。因为我们的每一个答案背后的能力，主啊，在我们的周围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在山上山顶上，事情走的真的是非常好，每件事情都是超乎意料的好，神也在那里。还是我们在我们的低谷当中，当所有的事情都来抵挡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奇妙伟大的名，阿们阿们阿们。请大家坐下来，来分发象征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想读一段经文，在这个圣餐的时刻，在《使徒行传》当中，二十八节。这是使徒保罗对那些以弗所的以弗所书的人说，做监督的，在以弗所书教会的做监督的。他说，因为他要离开了，他在那里一段时间来训练他们，他要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他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自己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看到这些经文，这些话语，就是神的血买来的教会。我要你看这个词，就是购买。在经文中，如果你回到希腊的原文，它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被买来，赎来的。当你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最后就你就会有他的拥有权，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是保罗他离开这个教会，就是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买了你，把你救赎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他对你有所有权，他没有强迫你属于他，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被神买来，这个买我们的代价对神来说是极其的大的，大到不能想象。他必须要道成肉身，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成员，活在这个世上33年，三年半中他传道做见证，圣灵是他的老师，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作为一个人死去，虽然他是神，这是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信息，爱的信息，一个购买的救赎的信息。我们是被神买来的，让天堂付了所有的他的代价，有几百万的，就是上亿的天使都不可以，没有用，他们加起来都没有用，要三位成员的第二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成员要这样做，来救赎我们，来赎买我们，为了他，用他的人作为人的血，就是耶稣作为人时候他的血，我们来到这个今天我们的桌前，剩下的桌前来纪念。保罗说过，就是对这些以弗所书的监督们、长老们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要注意，为全群谨慎，你们要做全群的监督，也要为全群谨慎，因为圣灵让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请大家站起来。主啊，我们有这个饼干，有这个杯，这个饼干它代表了代价，是为我们的医治所付上的。你需要这样做。我们现在可以站在你的话语上说，耶稣，以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你被医治。彼得说，我没有金银，但是我所有的我给你，就对着这个乞丐说的。在美门的口的这个乞丐，他就被医治。完全的、绝对的被医治，我有的都给你，就是彼得说的，他有的就是神的名、神的话语，因为他上十字架，通过他的鞭伤，你得医治。这个杯，它代表着耶稣的宝血，他把我们救赎到神爱子的国度里。当我们被买回来的时候，这个王就拥有我们。我是天堂的公民。我的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生命的册子。
因为耶稣基督付了这个代价，他购买了我们，救赎了我们。这个血不只是流出来就是好的，对，但是他还去买了，他做了赎价，他是有价值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是他的代价已经付了，在天台，在天堂，不是这个地上的钱财，但是在灵界里面，它是一个赎价，非常的重要，可以去被他的血所碰的，都可以被恢复，可以恢复，可以被救赎。哈利路亚，主，我们今天感谢你，为你所做的一切，通过你的宝血，我们被你救赎回来，通过你的宝血，我们现在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站在这里是被原谅的，我们是如此的珍贵，因为你付的代价如此的尊贵，因为这个宝血它是一个天堂的赎价，在天堂，在永恒里面也是持续下去的。主啊，谢谢你为我们付这个代价，我们今天早上把尊荣归给你，给你赞美，给你敬拜，我们说阿们。我们来吃和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羔羊是值得敬拜的，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直到永远。主啊，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在这里，不管是谁在听，在网上，是的，主啊，不管你在哪里，让他的这个同在来去侵占你的空间，来去浸泡你，浸透渗透到你的所有的空间当中，让他的宝血所做的一切的功效显示出来。主啊，是的，你是足够，你是超越足够的，你是超越足够的，我们所需的。请大家坐下。主日学现在孩子们可以去上课了，你们可以去上课了。哈利路亚。赖斯牧师，你好了吗？预备好了吗？现在都交给你，把这个聚会。再没事。你喜欢这个聚会吗？到现在为止，在神的家中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只有听到一个阿门哦，再没事。阿们，在家里面有人醒着的吗？我们醒着吗？阿们，再没事。是不是今年过得很快呢？天哪，已经四月超过一半了，四月份超过一半了。我们在这里也听见一些非常有能力的这个神的方向啊，神的指导，在今年当中，我们会今天早上来持续这个主题。牧师讲到过啊，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谁都不是，我想要什么呢？我想要告诉一个人，告诉别人关于一个人他拯救我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使命，不是吗？这是我们的使命，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今天早上会来持续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早上我要用的题目就是人的认知的危机，身份危机。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吧，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总是看圣经一下，看一下圣经。然后我现在我就戴着这个耳机，不然丽丝就受不了。我有一个老的手机。然后我就戴上耳机，然后我就听创世纪，因为我爱创世纪，它是关于创造的这个经文。我们来看
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就是起初的时候，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不是被造的，他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他总是在那里，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有没有看到呢？创世纪一章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想大家知道神他创造了天地，谁说阿们呢？阿们。然后继续又说第二十六节，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是这个英王钦定本的版本了，他读的，再来读。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赞美神，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主。父啊，我们现在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生命在说话。主，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你的方向，你会带来鼓励，你会带来观点角度，是你要带来的，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运作。我们祷告圣灵你在我们生命中来运行，让我们有耳就应当听，我们的心也可以去明白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在今天我们这样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人的身份的危机，二十六节神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就是这个三位一体之间三位一体的三个成员，他们互相的讨论，他们说要做什么，他们要创造一个是非常美妙的，像我们的样式。所以神造人的时候造出来是完美的，完美的，不能够再去好像变成更好的版本，因为神不会有问题，他不会有错误，他创造出来都是完美的。人是完美的，在灵里面，在思想中，在身体上，也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当中。我想大家让这些现在你的思想中沉淀，就是人却被创造出来呢，要是和神一起同行的，不是吗？那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创造当中，神的性情也显示出来，人和神之间是有合一的，有亚当夏娃和神之间这样的关系也是完美的合一的，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黑暗，没有任何的搅扰干扰，是完美的这种关系。神把他自己的性情这个渗透到人的里面，让人变成他想要，神想要人成为的样子。那这是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去生活的，和我们的造物主一同的生活是合一的，是紧密的连结。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因为我们的世界如此的繁忙，它真的是彰显自我，彰显说我们是谁，神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都是关于你，都是关于你可以做什么，都是关于你。但是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关于神的，不是关于人，是关于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想法概念，亚当和夏娃是没有缺乏的，它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安全感，他们是完全的，也是完美的，在他们生命中是没有缺乏的。那在这个完美当中呢，人的这个潜力是无穷无尽的。最聪明的这个头脑也只能用到 15% 和 10到15%， 有这么聪明的人我们的当中，但是他们只用这个10%到15%的他们的潜力。在我们
人类堕类之前，堕落之前，我们用头脑是用100%的。亚当，他就是怎么给动物起名字的，就是一个例子。当亚当去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的时候呢，给所有的生物起名字的时候，亚当给他们起名字的时候，就告诉你他们的这个动物的种类了，当时的分门别类。这是亚当的智慧，他如此的聪明，如此的有智慧，他的智慧是真的是无限的啊，没有穷尽的。这里的就是讲到，人的潜力。我们知道现在不是这样，因为亚当堕落了，在这个这样的环境当中，神在天起凉风的时候，他来下来，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和他的受造物一同交通，他会跟他们讲话，他会跟他们交通，会有一个交流，会有一个温暖，会有这些东西，他使得人呢可以完全的运作，在最大程度上的去这个运作，在这个完美的环境当中。但是当这个堕落到来的时候呢，亚当做了什么呢？神就让这样的一个关系中断了，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伊甸园。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亚当夏娃犯罪了，他就没有资格再和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再回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神就没有办法再把自己就是渗透到他的里面。神还是一样的，但是人呢改变了，黑暗进入了人的生命中，所以人和神分开了。神没有从人那里离开，不是的，是人自己的错，人选择了和神隔离。亚当这样做，他选择了一个道路，是神没有让他去走的，最后呢就进入了黑暗，他就没有资格再活在神的这个完美的环境中，他就不再会有这样的资源，不再有和神之间这个神性的连接，因为他选择这样的道路，亚当就变成了什么都不是，他失去了他的身份，进入了一个身份的危机。他就极其的饥渴，去找到，想要找出来他是谁。然后呢，这个人的寻求生命的旅程就开始了。当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中，就是我们的地步，就是在这里。亚当，当我们想一想，在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环境中，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交通关系，是一个乌托邦，不可能再更好了，他却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他失去了他自己的真正的身份，还不再完整了。今天我们人类就在这样的地步，他和所有的人类，世上这个世界上所生下来的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极其的饥渴，要找到自己的身份，真正的身份。那在这里面呢，就是其实想要找到归属感，你有没有想过呢？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呢，我记得我自己在我得救之前呢，我在寻求一些东西，我不完全，我不满，我不是满足的，在我生命中有个极大的缺乏，我没有，我不是完整的，所以我就在去寻求的道路上，我不知道我在找什么，我没有概念我在找什么，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空虚在里面，空虚感这种在我的灵魂里面有这样一个大的洞，没有东西可以去填满它。有人帮我计时吗？没有什么可以装满填满这个洞。我们每一个人类都是这样的状态，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份的危机，因为这个人灵魂里面的洞呢，只能被神的同在来充满，
只有神的同在来充满，因为神在人的同在里面。耶稣说，我来和你同住，我们来和你同住，让人去完全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路程当中的时候，旅程当中的时候，没有神，我们就在一个身份的危机当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是，谁都不是。在这样的寻求当中，要充满这个洞，要把这个完全带到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时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文化就是性摇滚，还有喝酒。人在寻求，在这里，在那里，在性当中，在酗酒当中，在这个摇滚当中，他们去要找到能够填满这个洞的东西，他的这个灵魂中的洞，想要去寻求，去找，找到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在他们的做的事业上面想要找到满足，我也是。人们说，你是什么？我说，我是一个音乐家。我是一个音乐家，但是这不是我真正的身份。所以人们用自己做的事业，用自己手中做的事情来去定义自己，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也去不到哪里，但是他们却想要去有一个认知，有一个身份，有一个认同，对，要给自己一个定义，真的是这样。我们都这样做用某种形式吧，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也许在我们的成就当中，在我们所做成功的事情上面，也许是我们的财富当中，在我们挣到的钱财当中，但是耶稣呢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我想大家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五节中说，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再来读，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你的生命不是根据你所有的钱财来去衡量的，也不是根据你所取得的成功来去衡量的。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因为生命是只有在基督中才能找到答案的。我不知道你啊，但是回到我自己身上，我记得我在这样的旅程当中，我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的空虚想要去寻求找到这样的空，把这个洞填满。我的父母很爱我，他们很爱我。我不是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但是他们也对我挺好的，我也很爱他们。我的家庭也不错，我有很好的朋友，我有这些东西，但是我却缺乏这个归属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的，我爱这些人，都是不错的，很多东西都是好的，我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的这个归属感却不存在。我灵魂里面的这个洞没有被充满，不管我花多少时间精力在音乐上，也许一两个星期短时间之内我感到满足也许它可以麻醉你，可以戴上一个面具好像我是满足的，我已经成功了，在这方面我成功了，我买了这个，我获取了这个，我有这样的关系我有这个有那个，所以在那个时刻短暂的我感觉到完全，感觉到满足，但是一个礼拜以后，两个礼拜以后，一个月之后，就开始渐渐的消退了它的色彩，然后这个空虚的感觉又回来。因为人的灵魂里面他做的事情不是关于做的事情，是关于他和神的关系。所以这是我的经验。
我没有这个酒的问题、毒的问题啊，我也没有说是感情的问题或者钱，我也没什么问题，我的生命还可以，进行的还可以，但是我就觉得非常的空虚，不完全。所以我真的是谁都不是，也没有归属感。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都是想找到生命，找到归属感，想要找到他们的身份的认知。但我说过还有更多，应该还有更多，我有一个好的家庭，生命还不错，我的工作也不错。那天我看到一个人，他的这个在事业上不错，然后在家里在这里呢要他也是这个很有钱的人，嗯，我没有归属感，我的音乐的成就就是也在温暖部名气也很大啊，然后我要去我没钱，所以我没有钱的问题，但是我时不时要去开车去墨尔本去教课，因为我挺好的，我挺不错的，我不会讲自己，一般来说不会谈自己的成就，我不是在夸耀自己，但是我是诚实的，我的在音乐上的成就是很好的，很大的，啊，当我走进一个，当我走到一个酒店里面，那个乐队在弹奏，然后吉他手看见我进来，他就会僵住，他就说 Les Hurd 进来了。我之前是八个小时，我在弹八个小时，每天我都在这样做。那我名气这么大，我走到这个旅馆里面、酒店里面，这个乐队的吉他手就僵住，就说 Les Hurd 在这里，他们就很惊怕。但是这些东西，这些名气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们看好莱坞那些这个著名的这些歌手，这些有名气的人，他们是不是很完美，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满足，但是是不是没有，很多人会自杀，当然不是总是，但是这样的事会发生，怎么会呢？他们的生命他们生命中有这么多，拥有这么多，他们应该是完美的，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人的生命不是因为他有的东西，不是因为他有的东西。你看见耶稣在说什么吗？有这样的亿万富翁，他们却不完全啊，再挣一亿多，他就再能完全。那我有另外一个关系啊，这不能让我满足。再交一个女朋友、男朋友就会让你满足。不，在人的灵魂中有这样的一个洞，没有人可以让你满足。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那他们知不知道在这些世上是这些世上是空虚的，是没有满足的。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追求，不应该去成功，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才能，给我们如此多的潜力，去在他的里面被他所用，去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能让你满足和事情。所以这里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我得救了。后来很多人都知道，我知道你们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我得救的这个故事做了觉知的祷告，我的里面一些东西就改变了，这个归属感，这个完全感就在那里天堂没有说都被我打开，都被我照亮了，说我这是我的爱子，没有，那在情感上也没有一个爆炸性的感受，不是，但是我的里面深深的一个地步，一个地方无法去理解，无法去形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却被满足了。我也没有哭，但是比这些都深，它带来了这样的完全，带来这样的完整，神他在我的灵魂里面填满了，
为了他的这个洞是为了他的，对我们今天早上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神充满我们的灵魂，我们是满足的。当我在此的在得救之后，我就开始去每一个聚会，我就想说生命太美好了，好多好的事情都在发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我们就在牧师的教导下来读圣经，他的教导你这个信心啊，然后再责备疾病，责备魔鬼。我就开车回家，在我的车子里面，那这个车子冒烟了，因为这是以前的非常奇怪的奇特的一种车，那个车花了500块钱买的，然后这个窗子上就冒烟了，我就用耶稣的名去斥责这些冒烟的汽车。那我在云端呢，我觉得事情真的是太好了，太棒了，棒极了，这个生命简直是在高峰时期，尖峰时刻。那我就开始和神之间发展一个关系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学习到什么吗？我学习到甚至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甚至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得救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活在一个身份的危机当中。如果我们不是真的为神，完全为神而活，甚至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是我所学到的。我以前有点经历，因为我们被鼓励要读圣经，你觉得这是好的吗？是的，我们鼓励我们大家祷告，读我们的圣经，所以我们可以学习神的话语，来发展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会经历到一些，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学习的这个很认真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学习我说我一个礼拜都不学习，就看看会怎么样。我一个礼拜没有读圣经，没有学习，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距离感，有一个距离感在我的灵里面，不是神和我分开了，而是我向后缩，向后退。我相信神在告诉我，就是这个我们每一天和神的连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需要这个每一天的连接，要去看神的话语，要去研究他的话语，因为这对我们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灵魂是滋润性的，有营养的。那这不是一个重担，也不是一个繁琐的事情。他每一天都来和亚当夏娃相交，神曾经在天起凉风的时候，每一天就是在这个完美的环境中，他们都没有罪的问题，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他们有这个必要每天和神交通。我们最大的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就是和神去交通，我们要做地上的事，要做这些但是我们要去活着，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和神交通，和神有一个连结。怎么和神连结呢？如何和他交通呢？通过祷告，通过打开圣经，他的话语，他的活的话语。所以我们意识到这点，我相信神在教导我在这件事上重要性。我那天就跟有一个人讲话，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是基督徒，他说我们如此的繁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你怎么能够期待我花时间来读圣经来祷告呢？我就觉得很惊讶很震惊，这个人跟我讲这种话，一个基督徒哦，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过的基督徒，一个人，他说我没有时间要做这些，要读圣经。我就看他的生命，我就看到了一个结果，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样，因为你的生命是一个糟糕的状态，你的事情也是糟糕的状态，
非常清楚，人们可以有这样多的借口，甚至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危机感，身份的认同危机感。我之前说过，当我们和神不近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去知道，它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损害。当我们不和神靠近的时候，事情就会出问题。我们就在拒绝神的恩典到我们生命中，拒绝他的影响力到我们生命中，拒绝他成为我们这个地上存在的一部分。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就开始在世界上的人做的那样，把一些东西用来填满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洞。我们可能在做这些做那些，也许我们还是会，有时候我们还会用我们为神做的功来填满自己的洞，因为我为神做的事情，我们来用来去填补我们和神的关系的空缺。是的，我们需要为神做更多，但是我们要和神建立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对，这是关于这种关系性的旅程。如果我们跟他之间没有这种，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是自己单独的行走太长时间了，当有一些境遇来到的时候，你回到这个关系性，都是关于垂直关系。如果我们垂直关系上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用神的旨意，就是智慧，在这个水平关系上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平行的关系上，但是我们却去忽略了我们和神的垂直性的关系，然后发生什么事呢？是的，事情就会变糟糕，就会发生一些糟糕的事，神的恩典就进不来，因为我们就把神的恩典阻碍在我们的门外，不让他进来，影响我们。这个人就会说，我没有时间读圣经，他在水平上太忙了，然后他在垂直上的关系就达不到他应该有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都会掉进这样的圈套当中，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大的季节，小的季节，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今天早上我想要去鼓励大家，我们最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和神的关系。 Amen。 不是说我们24小时7天都要再花在神的面前去建立垂直的关系，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垂直的关系发生，这样的连结发生，因为在那里我们花时间和神在一起，我们不是在忽略，我们有这样的神性的关系神的智慧，这不是只是为我们的好处，让我们感觉好，它会给我们一个资源，我们需要它来去处理我们的所有的关系，处理所有的冲突，我们面对的问题，生命中的这些困难，也许是生意中的一些决定，也许是我们要在生命中所做的大的决定，不是我们自己去做决定，不是自己去想而已，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决定当中，神会在我们的决定当中，所以我要这样活，我们都要这样活。所以当我们结束的时候，结束就讲到时候，我们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在哪里呢？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在哪里，在什么地步，在我们的和神的关系中，我们的垂直的关系条件是什么，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好的，还是说没有用，还是破碎的，还是遥远的？我们要去和神去查验自己。所以我鼓励我们大家，我们需要和神靠近，需要靠近他，进入他的同在。我们星期三晚上知道说这个他的同在的云彩，我们要听到更多，在星期三晚上我们需要进入他的同在当中，我们可以来去好好的运作，达到自己的潜力。是的，就像亚当，他在神的同在当中，在这个堕落之前，他每一天他去他
有这样的智慧，他可以给每个动物起名字，他有这样神性的连接，他有所有的资源，但是当这些是破碎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失去了这些资源，这些宝贵的资源。阿们。我们要进入这个神的云彩的同在当中，我们可以活在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去活在一个最高的程度，是神所预备的。所以要怎么办呢？我们要给神时间，花时间在神的面前。 Kiss 以前唱过这首歌， Make, 就是去花找一点空间，找一点时间来给神。生命是忙的，繁忙的，有工作要做，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任务，要责任要做，要生命中很多事情要做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坐在电视面前10个小时，你要花时间，花时间在神面前，要去花时间在神面前。所以我们不只是有一个不再会有一个身份的危机。耶稣说要去寻求神的国，寻求神的国，他的意义，其他事情都要加给你了，因为神会去成为我们的供应者，他会把所有的事情带来，把所有的好处带来。我们请大家站起来，然后感谢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感谢你，你的大能，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主啊，为了这个垂直上的关系，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的，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谢谢你的资源，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爱。主啊，你所带来的这个完全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的温度，我们需要进入这样的云当中，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去渗透我们湿润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影响力。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个礼拜也有成长，我们中间的每个人，感谢你。当我们寻求你，要花时间花空间在你的面前，你就会成为我们这个礼拜的高光，我们的亮点，你是我们每天的亮点。你的话语打开就带来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和你的交通也是这样，你会对我们的心做见证，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这个门是打开的，你的恩典就会流淌进来。主啊，感谢你，当我们在你的里面成长，我们都是被保护的，都是被你的宝血覆盖的，是你的宝血，没有任何的武器能伤害我们，任何的东西能伤害我们，我们都说阿们阿们。我们这个礼拜会过得很好，给神鼓掌，为神鼓掌，哈利路亚，赞美主。那让我们留下来可以交通，可以去喝咖啡，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交通的时间来服侍神，来尊荣神。在这个礼拜谁需要祷告的就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找牧师有什么事情找牧师。好，感谢主。